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纳米超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安家之城第五集纳米超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拿到的安家是这个进入地狱，要进入地狱后需要做十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影片到达300赞，然后我就是一个随机抽，然后就是抽到了这一个做巨人或雪人在家里。巨人或雪人的话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稿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啊，对啊，不是铲子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先做一个铲子，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容易做，其他的就算了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走吧，要继续我们的生存了。那在这之前的，我觉得我的身边好多狗狸胖啊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上下一个山上，上采点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掉了一个那个生存这样子。那我们先走吧。OK， 我们到了这边，我们就采点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再上去。OK， 到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再采点，都采。但是放我家里还不会融化吗？我觉得还会融化哎，认真。好，我们这边先采点雪球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那我们先走吧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又要下去了，天哪 ！OK， 我们下来了。那我们就先回家，其实不用回家啊，要回家。我们先去我们的那个农场那一边，先拿那个，天啊，这好危险！先拿那个南瓜，拿南瓜，南瓜，这里，我们去拿一个南瓜，然后这里。我们做雪球这里，对吧？我记得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个了。那我们找一个地方，大概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没记错的话是这样，有啊，这样，不要变壁，不要变壁，走，好。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雪人，然后这样子已经算是完结成就了吧？等一下，等，我突然间想起一些东西。等一下，我记忆中突然间浮现，就是我的农田被踩坏的那个场景。我觉得我需要做那一个什么？不行，等一下，这样子 ，OK。是这样子才对。好，有，好的。这里我们就这样顶好了。不行，还会跳过去，他绝对会跳过去。这样子。天啊，我太久没玩了。OK， 这样子，有，好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子还就过不去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觉得他过去的话，我这边就要被踩坏。那在之前，我们先做这一个。哎，你不要乱跑哦，那边有岩浆哦。走吧，我们要下去下面，然后我们要采那个钻石。那我们这边就一个小快钻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要到有钻石的地方了吧？我们现在17。好，记得钻石好像是在15吧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一个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会有那个僵尸声音，但是没关系 ，OK 的。而且越来越大声了，好恐怖啊！就好像就在我旁边啦，等一下。好，大概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挖一个鱼竿式挖法啦，不是啊，对，鱼骨才对，鱼骨式的干法挖法，这样的话虽然说效率会比较慢，但是肯定可以挖出那个钻石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就一个小快钻，我们找到金矿了，等等，我先把这边挖掉。这好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金矿吧，我们先把它挖出来。OK， 有，都有。天啊，我在一边挖一挖，就靠找到很多那个煤矿，然后再挖一挖，就找到金矿了。那我们再继续挖，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找到钻石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多久才能找到钻石，就对了。1 hour later， 哎，
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找到了红石。等一下，找到红石还没找到钻石，感觉怪怪的啊！不要这样子哦，回去钻石哦。OK， 是完了吧？那我们先把这边堵起来。所以我们有了红石，有了黄金，插钻石。哎，等一下，上面那边是什么啊？等等哦，我觉得上去很危险，就说。嗨嗨嗨嗨，好，我不想上去了。我就看僵尸声音应该是从这边来吧。对啊，是什么鬼？我只想找钻石啊。OK， 看一下看一下，没有看到岩浆，那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因为钻石大多数都是会在岩浆那边出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开好像没看到岩浆这种东西，就走吧。我也不想进去里面浪费时间。那我们再继续。等一下，这边有岩浆冒泡声。这里，奇怪，听到声音，但是哦，有，OK， 这有岩浆，等等，我看一下我这边要怎么处理啊，没关系，我一个 ，OK， 我们这边找到岩浆，那就试试看往旁边挖一挖，希望会有钻石这种东西。哦，这岩浆蛮大的，天啊，好危险啊！我这样挖好危险啊！我只希望岩浆不要露出来就好了。啊啦啦啦啦啦啦！会有钻石吗？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小的时候以我的，OK 没事。有事，它露出来了，露出来。虽然以我的那个运气来说的话，要找钻石有点难。大概这样子，钻石嘞，收好了钻石嘞。找好了钻石呢？等一下。Two hours later， 我都忘记带水桶进来啦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现在可以做那个黑曜石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哦，所以这里岩浆，上面这边是红宝石。我不要红宝石哦，我不要红石哦。为什么是红宝石啊？我到底在干嘛？The next morning， 我就要把这边给挖开了，来个钻石哦，不要连人影都没看到哦，我要求不多，三颗就好哦。然后我还听到水的声音，是什么一回事啊？等一下，不要怪说自己过去有水。等等，我把这边给挖开，太难挖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钻石吗？等一下，这是钻石吗？铁镐 ，Go。钻石吗？钻石哎，有了！天哪，好危险哦！所以我们有了一颗钻石，一颗，我要三颗哦！等一下，让我们再慢慢挖过去吧。哦，又一颗了，有！再等我一下哦，两颗哎，有啦，刚刚好三颗了 ，nice， 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那这里哦，这蛮大的，你们看，这岩浆池。有没有超大的？有没有？我挖开给大家看看。我希望我可以挖得开，我希望我挖得通，好不好？上面好像是有水，应该没有水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应该是在这附近的水。有，看到没有？上面有滴水，来啦。OK， 先这样。好，我们带过来，但没太危险了。然后我先把那个水给堵起来，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拜托，把水给堵起来，大概这样子。OK， 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的黑曜石。哦，嗨，我先把这边点亮。哎呀！嗨，可怕酱。哦，还带两只，你还带你朋友来啊？OK， 好，可以，吓到我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这样子就 OK 了。然后等我一下，我们接下来呢是要做那个钻石镐。OK， 有钻石镐就容易做事。然后先站过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给拆掉。呀，我们要需要几个啊？
一二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没记错是十个，对不对？天啊，我最讨厌踩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一个，因为很久，超久，要踩超久，还才会跳出来。你看，我都已经把话说完了，还没跳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先把这些小洞都给拆掉先吧，不然的话我们什么东西也做不到。OK，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应该吧。那我们走吧。我看一下哦，12个，我是怕我记错，所以我挖到12个出来。那我们就走吧，这边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先走了。Let's go。话说，现在又是晚上，真的假的？拿在手上吧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好。OK， 先睡觉。Let's go。拿着铁剑，拿着一个铁剑睡觉，有没有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， 我想一下，我们先把东西放下来，太多东西啦，身上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放啊，来，这个需要，这个 ，OK， 好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先做一个打火机 ，OK， 我们先做一个打火机，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，我先把这个放下来。没错吧？好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讨厌。OK， 让我想想哦。叫我们南瓜，嗨，你还在啊？然后我想想，我们要坐那里，坐那里。你坐在这里好了，这里应该没问题。走吧。我先把这个放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边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啊，这棵树跳。我原本想说坐在树下感觉蛮不错，结果这个树是我阻碍，什么鬼？来，你接下来 ，OK， 乖 ，OK， 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，这里啊，哦，好烦啊，2、3，然后啊。谁啊？呀、，OK， 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来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 ，OK， 对吧？应该没错吧？应该，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打火机。咔嚓啊！对不起，咔嚓哦，有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子就行啊。然后我先把我们的东西给放好，毕竟要进去那边很危险，先把活的东西放下来。OK， 大概用几个就可以了。吃个面包，走吧。进入，哎，走吧。OK， 我们到了。哇哦！我在哪里啊？呀，这是什么啊？我看，哎，挖不掉吗？我挖掉了。哎，哦，你是硬石哦，好久不见。好，我们到了地狱。那我可以回家吗？感觉好危险啊！我们挖点石英吧，先挖点石英。Let's go， 这里。好。等一下，岩浆，岩浆，你从哪里来？我的门啊！呀，我听到好恐怖的声音。呀，有你哦。哪里呀、啊？他在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感觉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我可以以后再来吗？先回家吧 ，Let's go。鱿鱼在这里哦，我跟你说，玩这款游戏最恐怖的就是鱿鱼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？OK 啊，没事。我还会是苦力吧。
好，我们请回来。那我们的程序也算是做好了吧，对不对？已经做好了那个。话说我们的那个水，我们的那个雪人还没死，也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啊。话说我背包满了，这样子。OK， 那我先把这个丢上去，再放进来这里，这样该没问题吧？那我们再烧一点金矿，我丢。行，大概这样子吧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然后先把盾放下来。天哪、啊，呀，为什么这边还有一只牛啊？你出来吗？没有，还没出来。看来是野生的。然后我们还拿到了几颗鸡蛋。我丢。哦，好，又丢出一只小鸡了。那我要杀掉自己了，对不起啊，兄弟。真的对不起，哎、欸，不要跑！我要跟你说最后感言，不行啊，他待在这边会杀掉其他的，你吧，对不起了，兄弟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好，那我们两个任务都算是做完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好了那个地狱门，然后我们也做好了，没有，我们做好雪人掉，我雪人呢？雪人欸，不要跟我说他哦，他在那边有没有？在那边有没有？好啦，我觉得他一个人挺可怜的。我们做多一个牙吧，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南瓜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多一个，不然他一个人，我觉得他寂寞孤单，觉得冷啊。我看看哦，这里还有，我们还有一个。OK， 走吧，先回家。那我们再拿我们的雪球，走吧。雪球，然后我们要做两个雪。OK， 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挖那么多雪球回来啊？OK， 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再接上这个。有啦，另外一只，你去陪你的兄弟吧，爸很可怜的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雪球全部丢掉吧，丢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跑，人家电梯岩浆啊！我跟你说，天啊！等下被我丢下，然后他跳进岩浆里面，我突然间罪恶感很深啊！不要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再丢一下。我丢，会丢死他吗？我都忘记了，会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算了。啊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。这一集会不会很短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差不多就到此了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弄好了，然后我这边的全部我已经换成梯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也做出了两个雪人，你看买一送一有没有？这样的话就不会孤单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此了，没错啊。如果喜欢片，可以给赞，然后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最新影片，我觉得一样，算了，是这样。然后也谢谢大家收看，对，好，节目到此，一样的就是这一集会选出一个安架，然后一样的就是到300个赞的时候会选另外一个安架。希望安架还不会是一个太难的吧？希望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下一集应该大概是29号嘛。29号的时候，我可能会选出两个安家，然后我们在1号的时候也会选出两个安家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因为我4号到10号的时候会不在家，出远门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是要先事先先做好3-4步买票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啊，对啊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所以就讲啦，讲。